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霍英东最不争气的孙子霍启忠。霍英东一辈子娶了三位妻子，育有13个子女，孙子孙女众多。在这一众孙子孙女中，又属霍震霆的大儿子霍启刚知名度最高，他迎娶了跳水女王郭晶晶，并且走上了从政之路。在霍启刚之外，霍震霆的二儿子霍启山和霍震寰的小儿子霍启文在商界的成绩被大家认可。那么霍英东的孙子孙女都像霍启刚、霍启山、霍启文那么优秀吗？并不是。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霍英东最不争气的孙子。这位最不争气的孙子不争气到什么程度呢？他多次犯错，丢失了霍英东家族未来继承人之位。那么这位最不争气的孙子又是谁呢？他就是霍震寰的大儿子霍启忠。霍启忠1986年出生，他是霍英东大房次子霍震寰和女星陈琦琦的大儿子。他上面有姐姐霍思伟，下有弟弟霍启文。在事业上与霍思伟和霍启文相比，霍启忠显得逊色太多。霍思伟创办的珠宝品牌经营得风生水起，并且他成立慈善组织送善社，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霍启文则在大学毕业后进入霍英东集团工作，负责集团在香港物业租赁、内地房地产开发和财务等方面的事务。后来他选择在广州创业，为此还常住广州，每月只回香港3-4天。在外界谈论霍思伟、霍启文在事业上的成绩时，都是夸赞，但当谈起霍启忠，关于他事业上的事情没什么可说，反而能谈到的大部分都是他的负面新闻。毕竟霍启忠曾经干了有损霍英东家族名声的事情。2004年7月11日，18岁的霍启忠在家中被捕了，原因是他涉嫌藏有约10克的大麻草和吸食工具，并经过警方化验证实了霍启忠服用过药物。霍英东的孙子吸毒，这一新闻经过港媒一报道，立马轰动全港，霍英东家族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舆论的热议中，身为霍启忠的父亲霍震寰还得想办法保释儿子。最终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霍启忠成功被保释。好在被抓之后，霍启忠认罪态度良好，最终香港东区法院依法对他作出轻判，罚款1500元，并留有案底。对于霍启忠弄出这样的丑闻，霍震寰说可能是因为霍启忠一直在国外生活学习，国外风气比较开放，受到了不好的影响。霍英东则无奈地说了一句，孙儿这次受了一次教训。除此之外，霍启忠还特别爱玩，他也有一个好玩伴，这个玩伴就是霍震霆的小儿子霍启刚的弟弟霍启仁。霍启仁也让霍震霆十分不省心，他曾因酒驾被判160小时的社会服务，还曾劈腿相恋5年的女友的闺蜜，致使深受情伤的女友跳楼身亡。这样的两个人臭味相同。2006年，霍英东去世不足百日的时候，霍启仁和霍启忠就在夜店包场开派对，还邀请了胡英湘的儿子胡文新、周启邦的儿子周国峰、潘迪生的女儿潘楚颖、成龙的儿子房祖名。甚至在感情上，霍启忠还被港媒吐槽了一番。2005年，港媒拍到霍启忠在街头拥搂一位体型肥胖的年轻女子，并且还蹲下为该女子系鞋带。港媒曝光了霍启忠与该女子的照片，并吐槽说霍启忠令全港肥妹重拾希望，让他们还有嫁入豪门的机会。只不过后来经港媒的深挖，这名女子的身份并不简单，她名叫曾昭仪，是香港知名富豪曾继华的孙女，她的干妈是现在赌王家族的话事人何超琼。遗憾的是，这段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被媒体曝光1年后，霍启忠和曾昭仪分手了。为此曾昭仪还哭了一个星期。在这之后，霍启忠在感情上十分低调，他的行事作风也变得低调，而这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霍震寰。霍震寰将霍启忠带在身边严加管教，他带着他参加香港内地的商务活动，即使今年赌王何鸿燊出殡，霍震寰带的也是霍启忠，霍震霆则带着霍启刚、霍启山，没有带霍启仁。只不过因为多次犯错，霍启忠已经丢失了家族未来继承人之位。在霍英东2006年去世后，霍震霆接手了家族的体育事业，霍震寰接手了家族的高科技产业和凝聚霍英东晚年心血的南沙项目，霍震寰则接手了家族的商业王国。这就意味着霍震寰是霍英东家族的真正掌权人。按照长幼有序的传承，将来霍震寰应该将家族的商业王国让霍启忠继承，可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继承人会是霍启文而不是霍启忠。从这两个葬礼中就可以看出，2006年霍英东去世时，霍启文手捧霍英东的灵位，而不是由霍启忠手捧。
2020年9月，霍英东的原配吕燕妮去世时，手捧吕燕妮灵位的依旧是霍启文，而不是霍启中。不得不说，霍启中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好在霍振环没有放弃他，愿意管教他，带着他，在未来他依旧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